今天推荐一个在家就能做的小甜品。这个芋圆煮好之后，给它放入咱们家这个鲜榨的椰汁儿，看起来就好好吃。绝绝子，这个椰汁它不是特别甜，就是但是也是甜的，微甜。芋圆本身也是带一点微甜。真的绝配。这个芋圆给它煮完之后，给它放凉，用水给它过凉，夏天吃最好。这个是冰镇一下然后倒进去，超级美味，太爽了。